这个圣诞节，让我们跟随小伟一起去揭开最大的圣诞礼物，当然还少不了下雪的哈利波特影城。我收到了最好的圣诞礼物，那就是哈利波特影城的门票。下面我就要去拆开我的礼物了，跟我一起来吧。位于伦敦的华纳兄弟哈利波特影城，每天都吸引着无数的影迷前来参观。而今年的圣诞期间，除了平时展出之外，还特别依照电影里的圣诞节的情节，重新布置了一番。现在我就来到了最著名的 The Great Hall 的门口，那不知道里面有怎样的圣诞惊喜在等着我们呢？迫不及待地要推开门进去看一看。金色大厅的门一打开，就被满目的金色装饰和圣诞大餐给夺取了眼球。烤鸡、青豆、银色餐盘、圣诞树，完全就和电影里的场景一模一样，而且就连布局也更是按照电影的内容，每个学院各自的徽章和制服都陈列在大厅里。金色大厅就是另一个陈列许多著名哈利波特电影场景的区域，在这里可以说就是哈迷们圆梦的地方，尤其是邓布利多的办公室、学院休息室等等等等。除了庆祝圣诞，这里的陈列品也都特意改成了圣诞装饰，感觉相当的温馨。值得一提的是，除了参观之外，还有一个为影迷准备的特别的惊喜，想知道是什么吗？在这个制作特效的房间里，所有来参观的影迷都可以尽兴地体验哈利波特的魔法之旅，除了拍照之外，更可以留下视频影像用以留念。电影布景、特效制作，影城里还陈列了哈利波特里的全部服装，
更包括面具的制作、发型的设计，可以说是了解这部电影幕后的最佳途径。不过，光是眼睛看了这么多，是不是觉得还差了点什么？到哈利波特的家门口已经让我非常开心了，让我更开心的是，大家看我手上拿的是什么，这就是最著名的 butter beer 黄油啤酒，你是不是也想尝一尝它的味道？啊，美味的要飘起来了。喝完了啤酒，我实在是好开心，走一走长廊，登上夜间巴士，真的好想开着疯狂汽车闯进哈利波特的魔法世界里。现在我就来到了最著名的对角巷，大家一起来跟我做圣诞大采购吧。看着对角巷里琳琅满目的各家店铺，感觉什么都想带点走，猫头鹰、魔杖、怪味糖果，可惜我的火点地图的等级太低，要不然真希望随时都能穿越来这里。对角巷就来到了最后一部分展出的区域，哈利波特电影里的设计图纸就在这里可以看到，不过光是看图纸还是有点不过瘾，不知道最后一间房间还藏着些什么。我就来到了心神向往很久的霍格沃兹城堡前面，而且最特别的是，为了配合圣诞节，它还被一层白雪覆盖着，是不是非常的美呢？这在白雪皑皑里的城堡，每一个细节都那么精致，配着哈利波特的旋律，看着灯光里的他从日出到天黑，真的是好感动，我实在太喜欢这次大家给我的这个圣诞礼物了。少不了从商店里买了最出名的怪味豆，那在这里要祝大家圣诞快乐，跟我一起分享怪味豆。